消息，立法院上午针对蔡英文总统所提名的司法院正副院长人选许宗力以及蔡炯敦的人事案进行同意权投票，刚刚开票作业结束了，许宗力获得了同意票72票，不同意票3票，蔡炯敦获得同意票83票，不同意票2票，都过半数，确定当选司法院的正副院长。我们收到的最新讯息。